太子多会一想，八波夫妇、何金元、布里帝、康大西里等十多人，今天上午11:30抵达雾峰台湾省议会参观。省议会议长蔡鸿文亲自接待，并分别赠送八波议长夫妇和随行议员台湾名产茶叶和衣料作为纪念。八波议长表示，中泰两国有悠久的历史关系，也可以说是兄弟之邦，更是有一个共同的反攻目标，今后将会更密切的携手合作。八波议长等一行今天下午转往中心新村，参观台湾省政府的各项省政建设，并拜会谢东明主席，